英文综合报道。国民党籍的前立委张硕文因为被判贿选而当选无效，也因此在这个月26号云林准备要进行立委的补选。民进党的党工呢就特别 DIY 拍了一个反贿选的广告，要讽刺蓝营。这广告内容是模仿一家卖场的国民体操的广告，而里头所有的演员都是临时跑到田里去找来的阿公阿嬷。来就想到做体操，这支卖场广告轻快节奏加肢体动作传遍大街小巷，现在民进党也出了一支山寨版，1234567八。不过消费者本来是在卖场拿商品，民进党推反贿选广告，阿公阿嬷动作一致，拿的是白花花钞票，举手伸手挥手再鞠躬玩波浪，七八十岁的欧基桑欧巴桑戴斗笠穿村姑服表演扣比卖场广告，让人会心一笑。这个月26号要补选云林县立委，因为国民党提名的云林县立委张硕文贿选被判当选无效，民进党要反贿选推广告消遣蓝营也娱乐大众。只是拍贿选广告扯政治太敏感，当地民众根本不敢上镜头，选的是云林立委，这批素人演员却是嘉义人，场景也在嘉义某个乡下三合院。这支客难广告花不到5万，连拍摄的数位相机都是借的，党工想剧情自己剪接，不会选用创意吸选票。 TVBS 新闻李国政、林秉仪台北报道。